全军出击。样子吧，哎，点，哎，啊，多兰剑，哎。哎，你看 A 兵，哎，啊，哎，点，放地雷。算了，这么一点人，吓人呐！疾跑点人啊！这落手技能带的可以啊，不带闪现。上来放扣，减速扣打换了扣，减速平A，必须的，我都不理你。没蓝了，还追呀？哎呦，完了，差个视野，我操了，我没出来那一下子，真他妈的是。佛了，那狗屎运，运气这么好呢？那平 A 没 A 出来，超了。万变不离其宗，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这个小饼干的重要性了，你知道吗？是。老头的英雄啊。容错率还是太低了，我发现。这种英雄 AP 英雄，他得有蓝，你知道吧？哎呦啊，小伙子长本事了！
哎呦我，哎呦我长本事了，能跟我打起来了。地雷没放来，不过没有关系。哎，呀，打不中咋没了呢？哎呀，没太玩好，地雷没撇出来。哎，再见。他是水银鞋吗？怎么跑得那么快呢？感觉这么大一波兵，天！万兵不敌其队，减速干哈呢？哎，撇雷，他挂上机了，我天，再挂呀，我看看。我看看一个 QW 要多少蓝啊？100多蓝，一减速50蓝，好，那死了。我减速到他 QW 是必中的。我，哦，呀，摁错了！哎呀，今天这眼儿怎么回事儿？一共插俩眼儿，全插错了。送钱了。哎，给你一点经验，你正好升个6，舒服不？本来我想直接大天使的，不过我想了想，还是整个神话吧。别放技能啊，不知道这小子上哪去了。干哈呢你呀、啊？你虎头不还呀、啊？哎，点。减速，再减速。点烟，嘣！
塔了。我再吃个塔皮，他去中去了，他疯了，你看见没有？再见！哦，别！再见！这不装备一个吗？哎，这为啥没定着啊？哎，我操了！这梦魇为啥定不住呢？这英雄啊，有瑕疵。没有定他一手，没定着，不是熟练度不够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一开始吧，我以为他要去打蛤蟆，我想看看他到底是打蛤蟆呀，还是打蓝 buff， 你知道吧？结果他往蓝 buff 这边来了，我 QW 就 Q 没打着，没事啊，问题不大。别卖他呀！别卖他！上，你们强化了。老梦魇，你管他干嘛？他都死了。给你来个经验，来。光头搁那干哈呢？哎，哎呀，好梦魇儿，我吓死了！生气了？哎呦，我生气了，生气了！这开人咋还不变呢？谁到了？有没有红？打了。打死他！啊！这回得打红。减速，北大，哎，减速，这怎么还能来个卢仙呢？谁能给点经验呢？
好像都给不了啊，回家了。来个猫子，我们来折磨他，啊！哎，折磨死了！必须的。扫一下，然后我们拆个塔。其实来应该来一个美甲窃魂卷，不过猫子有点贵，先来个猫子吧。打个蓝。他给谁下当了？他给塞纳下当了。我允许他下当人了吗？能给你经验不？哎呦我莫干了，得了，哎呦我莫干了，还想不死莫干了，我炸死必须。加速，都往上冲！我给你来个炸弹，回家大天使的。哎呦我600多法强，我们再来个美甲窃魂卷。杀我队友，嗯，我让你飞我呀，看他落色了，像没吃药似的。这也能流死啊？哎呦我这也能流死啊？这凭啥流死我呀？
下回大招吧，还是就是稍微慢一点点放，还是有点放快了。我等他举斧子再放，我没那反应，别折磨我了，行不行？还好我没出美甲窃魂卷。皎月呀，属实是有点猛。啊，这么干辣扣的什么东西啊？哎呦我，哎呦我这龙仙，兄弟这都没把你保下来，我属实是有点不能理解。给你来点经验，12秒到了，哎呦我么干了，哎呦我么干了，哎呀哎呀我放大了呀，你看就有的时候就这种就是老极限吧，你开不出来，这不是说菜这个东西吧，就不能老太极限，你知道吗？你得给他一个系统缓和的余地，你知道吗？得等系统缓一下子。真菜，这才叫菜，明白没？亚麻剂，那洛婶要干啥呀？你要死啊？是不是要死？来，已经就位。哎呦！哎呦！能打过我？莫干拉，给你狠的莫干拉！哎呦，我居然点燃我莫干拉！你个可恶的莫干拉！还行吧，俺们老头一打三，三杀，是不是还行？打个大龙吧你们，我最后来个啥呢？我看他们也没啥减治疗，我们来个鬼书啊，来鬼书吧，这美甲窃魂卷我是一定得有的，买个钉啊，那就美甲窃魂卷加个这个666法强，六不六？
那皎月能不能等一会儿？你说？钉啊，咋不钉呢？钉啊！来星界驱驰其实也行，只不过这星界驱驰稍微是有点贵。差100块钱。必须的。法穿吧。不用，这都没有魔抗，穿它干啥呀？法穿。星界驱驰加点减息地，我20秒一个大。老头儿有啥法穿呢？来呀！莫干了，减速莫干了，放地雷，减速，你干啥呢？他不去，没有速度。哎呦我！不用减呀。我就应该一直折磨他，不让他回家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应该一直在那减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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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也不打他，我就不应该打他。